哎，大家好，我是 Shinix，想利用这个小视频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我所谓的无尽的工会任务这个视频的播放列表下边这些视频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呢，详细情况我已经在第一期中写到简介中了，但是我知道了一些人可能是不太会读简介，所以说在这边再重新废话遍。哎，基本上呢，就是我是想在我们的美版的《怪物猎人 Cross》发售之前呢，我想把我这个我们在四季中的，等于是我这个人的 HR 是提满。哎，这个呢会牵扯到很多的，就是去刷工任务，尤其是工会任务，目前我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开脉路啊，所以基本上是不开脉路的。可能会比较无聊，所以说呢，我是给他特意的是从我怪物猎人的是第5季吧，第5季联机视频中等于是给他拿了出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可能会，尤其是有些人就表示是确实无聊，很重复，然后会不说话，所以说我可能会在一些视频中加入一些比较奇怪的音乐，这些音乐呢是在 YouTube 上是没法发出来的，所以说我只能是发在。只能是发在国内的网站。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是可以去国内，我是会发在 B 站跟优酷上。如果说没有兴趣呢，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当然，这边 YouTube 上我也是会时不时呢会录一些，就是没有一些音乐的，这样是可以发出来。不过数目应该不是很多，大部分应该会开着一些奇怪的声音。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样我们在其他的视频中见，拜拜。